秦九红，秦九红，秦九红兄一边倒影，必须惊人一两声，霸王还千秋，以及多功剑气也修体三人，准备联手对抗魔佛普孙。天雷高下，乌云密布，四周充满肃杀的气氛。只要大地开始震动，黑魔心鸟永恒的气息，普孙最后一个化体。不气严冷，容易现出了罗生新面目。靠派进步品，是你两个无兄弟子，要过来吃丧事，对付你足足有余。哎呦，麻烦来了！回向回向，左九公洪灵文攻甲计。三人万军回向，归问万刀修造凌座之全灭之计吗？天阴气不敌阳，顿时依旧变红色。别来，有我怀前手的一半。玉带魔魂，宝熊下心魔魂，红尘杂修第二章，瞬间百山都海一万年，火红幻入鬼神经，千秋红红丸，不敌一股无限之力，玉银怒。哇，抵挡喽，抵挡喽！凌志平，叶修天，泰山不动，不要如来兴起，稳稳寒攻。你的心怀激情，不惜夺功将旗，快点出攻！一时间，叶小天也陷入悲欢之境。陈一文、陈吉文、陈连情、陈继雄，因与叶小天熟悉出击，确实一时过目，气势川流。心如止水。这个白头鬃的未歹，够定情。定睛一看，叶小天心机再现，罗红剑起，罗红剑起，混乱清修尊恩。嚯嚯嚯！三千赤龙戏，如下用心经过不讲丘皮，挥剑当挂，
国粹玉界愈进行，必将都神正气传天，首相行无圣气轮动，水战有千金，出金如意。都不信你外高度，要不我是用千分之一的功力援助，草头啊回想啊，你想赢这个差别难啊！千秋风观测高峰之人，用这技驾在单台最高时，但山下却是时机定定，这条路另一个嘛未使通过。我如目中提醒，也并不开心。该天尊观铁佛轮，以彼如一面帮助，这是我实际的好机会来临了。欲盖两代天尊功势强悍，交招英毅无比，加上带军围攻，洪灵文所求功在凶势比日之下顿时陷入困境，英雄们难得修造圣衣，善用顶峰。咦，老九头共归，此路不通。一时何人？哎呀，原来要人不过我，祖兄无名之辈。你应该去问易秋林，看怪名气有多大。啊！可以。为劈开欲界泥木，即找寻第二处阻击的地点。无求不见怒气，怎会在此？为了你背上的菩提宫，提供我死死护持，不在宫阵。寺庙是何其珍贵，不必为这个毫无关系一点事的牺牲了。重生之星，重生之王，我一个满怀爱心的旨意。孤鸿踏索，即将你再生，为夺菩提宫，为问天神机。有幻天雄，我见到一起伤痕，既欲飞将再下，却一点不忠心，这个事情。人动脚，用足全身心力，射出六千八之劲。
金刚经清醒公公们等有一副作印度西公体在求情，我成全你最恶的心愿。我就公红英文历尽各界天尊还别发文一别留点继续坚强传心还管龙珠兄杨平瑞还都心走真的反过来辛苦不使再见落去变得无道命休矣哈还天的月情我就公七级英气每次千度的采工一千块汽油困住欲盖众人我到我论起不红一边天开工有红顶阻杀之一白衣高拖兵，怕见古龙无结果，且怕三万古，我来。欢迎千秋重新踏入剑门，并还将踏上下龙梯。武神杨东西左手左右夹击，硬削一段，无暇一时顾人了。战就是战，我怀千秋出手都是无共。武孙剑比我怕登陆，武孙剑登陆，嗯？喂，你还没跟我讲多谢哩？喂喂，虽然比我刀下手可落亏。但是礼貌嘛是爱顾着呢，哈，不要紧，这两日多谢乎你欠的，以后再讨，哈哈哈哈，狼心痛，狼心痛啊，哈哈哈哈哈哈。